禅机山维新圣教一心道场将在国历109年1月18日至19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，由梵拜法师诵经祈福，法会的功德无量光明，化解累世业报，普度有情，欢迎十方善信共沾佛恩。道场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-1号，询问电话03551306 2。